现在已经快进36岁，那这个很多国内国外的这个就是专门为他而来的，这次游客呢也非常关注他的现在的健康状况，那目前整体还是比较好的。 以前很想来看这个大熊猫，然后我都没有空嘛，那这次就放假了，就带小孩来看一下，因为我们只是电视上看的，没有看到真正的大熊猫。